上医药龙的粉丝朋友们，我们今天邀请到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张文静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这次的主题呢，主要还是要介绍我们这一次的防疫里面呢，社区药局药师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还有就是说社区药局都提供了哪些服务，还有就是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些功能介绍给所有的观众朋友知道之外呢，让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知道你可以怎么样利用你居家附近的社区药局来达到你让你维持健康的一个目的。敬请锁定哦，谢谢。